就是说到啊，最近还有除了这个交割的话题之外，还有就是上次好像主持的时候，最近有那个片段又被翻出来。对，我也是。很突然，然后很惊吓。我觉得真的很惊吓，就我觉得那个应该要把现场的那个把它调出来，因为那个事件是这样子，因为我在讲述的时候呢，其实我是那个我们那天有小糖宝宝、中糖宝宝跟大糖宝宝嘛，对，然后所以其实是那个我们每个走秀之前都有一个 VCR 的片花，然后是一个其中一个中堂宝宝，他说他想要当亚洲舞王，他想要当小罗志祥，所以是那个。影片里面他自己有自己讲的，然后呢，因为那个唐氏症基金会的人也很好，帮我们有写手稿，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被欧的时候就是照着上面念，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想法，所以我们也不想要更改他们的意见，所以我们就是照着念。但是我是针对那个弟弟，可是被写出来是说是针对鬼哥，对。但其实我觉得大家也都 OK， 也都很好，没什么这个问题，所以就是很容易会这样子，就像假如说我跟汉典本来也没事，然后被写着写着，好像我们两个就有仇了，所以其实是 OK， 大家都很 OK 的，就是。套一句宪歌的话，就是 Love and Peace， 耶、yeah. 。